接着我们来到宝剑二，在传统上代表对立的力量的暂时取得平衡，就暂时取得平衡啦。经常表现为冷战的状况，它的正位关键字，无法合作、逃避、没有行动、自我防御以及僵持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它后面呢，有一些山，然后加上海洋，就是我们讲到水，就是知道它是潜意识的，然后露出的礁岩代表潜在的问题跟变化，然后我们看到这只熊啊，它背对着后面的海洋，以及蒙上眼睛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解读，就是它不想听它的潜意识或者是它的内心告诉它什么。他只想宝剑又表示是思考的意思，然后宝剑就代表着这是一个理性状况或者我们世俗定义的问题，就是他背对着这个潜意识啊，然后眼睛又蒙着，而是他只想要听他内心，只想要听他的头脑，只想要听到实际的答案，有实际的结果。好，那他双手啊，这只熊双手都持满了宝剑，剑就是自我防御。然后，而且这边有两把，所以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力量或势力在僵持不下，所以是不平衡的意思。那，但是呢，它这只熊又只坐在椅子上面，它就象征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所以这整个加起来，就是他陷入了一个僵局了。那么逆位的关键字呢，是欺骗、面对现实、背叛、打破僵局、看见真相、统合与平衡。